这个房间里是那个来的变形女孩的房间。那我睡哪儿？你使上睡地铺了，使上睡地铺了。家里条件比较简陋。行，谢谢你们啊。跟着。让他做饭，咱俩晚上的饭就解决了。那个你好，你尽量快一点。你的爸爸很快就要回来了，如果你不做好饭的话，你爸爸回来是没饭吃的。这不有吃的吗？啊，不是还用做？有事再热一下嘛。哦，你要凉吃吗？为什么凉的不能吃？这不都凉菜吗？有爸爸跟另外一个孩子呢。那为什么要我做呀？不做了。